上世纪四十年代左右，因日本侵略者铁堆个长大，山头沦陷，加上走误机缘，朝山不照家庭流离失所，多人之仰望。虽然身处他乡，但依然时刻思念家乡个亲情。近日，江西广州石城83岁个老人邢光顺，受到儿子会个背叛下，踏上归途，来到山头调养，展开寻根之旅。今日，四国竞枪，灭灰难也灰，邢光究竟到何方呢？邢光顺遂到了茂迭之年，当十分个亲近。据伊回忆，伊个故乡村庄有条小河，河上有小桥跨过，家附近有座石墩。四五岁的时候，伊经常甲村内个老囝去河当个冒海，伊也曾睇到日本鬼子真枪杀人抢妇女，正是抬到这只惨遭人荒个场面后，邢光顺甲村内个寡名老囝灭入了附近个山间。我的祖呢，坐到朝南。前面一条公路，左边还有一网桥，右左边这样叫池塘，像那小孩跟小孩玩，小孩做个什么东西啊？抓那个螃蟹，抓螃蟹。那个天上个飞机呢，他就闪开，走了。天上有飞机，有轰炸，那到桥面前以后到那不给吃，在那敲这个男的女的都全部杀掉，那个老的就敲了，就那个跟那过桥，妇女呢就炸完了。当时懵懵懂懂的邢光顺只有记得灭入山来后，家己不能叫高，莫在各族的地方，即江西广州石城县钦江镇古江村，后被日本当地一号邢姓人家。这大后，邢光顺到村来当了乖乖王，之后结婚成家，育有七男六女。明年虽将儿孙交齐，但也值得思念家乡的亲情，思乡之初，儿日故情。为了消除遗忘，伊个儿子会早到十年前，注定背叛伊踏上刁山故土寻根。奈何邢光顺对呢幼时个记忆模糊，未能如愿找到家乡。邢光顺的儿子他白清幼年徛起的地方，就会有围墙接齿甲炸油坊，来个头栽有能指责迷雕，家来有五六个阿兄，其中一个阿兄到春虎梗台小唐药口，家里有兄弟，有他说有那个五六个兄弟吧，哥哥吧，因为他是最小，他说他的妈妈是比较胖的，他的爸爸比较瘦，然后呢他的经常就是在一个中池的地方玩，对，还有一个哥哥经常背着他在那个小巷子里面到处跑。他当中他说有一个哥哥以前是在看那个弹药库的。获悉邢光顺老人来山寻根的情况后，宝贝会的志愿者也积极予以协助。据介绍，未久前到公安机关甲宝贝会的志愿者个帮助的，经 DNA 采集鉴定，邢光顺 DNA 当个歪起，而调样动物、骨肉、光波、细胞等相定个男子歪起相当。志愿者答：邢光顺老人个故乡极有可能做到接触相定之当，但近80年过去了，环境已发生巨变，相关与亲情究竟到何处，莫再让人以确定。邢光顺个儿子会为此期盼在城人能提供线索，销毁人人走归宗。我父亲就是一直有想找到自己的这个根源，希望知道自己姓什么，也就是我呢一直想给他老人家实现这个心愿，希望能够找到我们自己的亲人。清明节即将到来，各边政府部场所及磨窟将迎来至少高峰，停车门都备受关注。此交警部门为此提醒无误，因地之意设置了一批清明节临时停车场，提供近半个免费停车位，测试万个清明节期间停车人门堆。随着清明节的临近，扫码制造的车辆能量逐渐增多，为方便群众停车，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或此加强公安交警部门提醒无误清明节期间重点区域停车秩序管理工作。
因地之意设计了直派清明在临时停车场，为空乘出境创造良好条件。清明在期间，交警部门做到东花永固望风湖境界国道324线南侧非机动车道临时设置停车点，有需要的空乘可以到这个归还停车。看到我们的临时点停放指示牌之后，可以就近的规范停车，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临停。如果是从确实大桥前往这个中华墓园的扫墓的群众呢，就近停车之后，可以通过国道324线汕头市殡仪馆路段，根据路口交警的指挥，有序安全的通过这个路口到对面的中华墓园扫墓。此路段现在已经加设了这个绿色的隔离网，请过往的群众切记不要的随意的横穿马路，非常的危险。清明在期间，交警部门到东兴社区广义路段、杨吉路段、南滨江乡虎在路段、青红庵路段、后照路等地方设置九个临时停车场，提供一六彩个停车位。交警部门话根据设置，以清明在期间到中央奥字学校、黄翠庵黄景区、明白后区江乡、红岛江乡、海门店北门小学、西路私校初级洞客、大康黄景区门口、灵山寺顶设置12个临时停车场，提供一直赛罗百个停车位。同时，到中南合山塔山公园、金城路、大铁村大厅、林昌欧石村委会、永安华侨学校、城昌上音广场、卢根上厝楼学校、西北埔梅西公园、开尾组池场大厅、两岸洞口戏台、架高村篮球场、雷岭三楼村广场、上声上门声戏台在大厅。当店当位民宿广场等设置23个临时停车场，提供一直赛800个停车位。汕头交警提前谋划，根据辖区实际，联系当地居委、党政机关、学校等部门，因地制宜地设置了44个清明节临时停车点，提供了近10000个免费的停车位。到时广大市民朋友们出行时，如果见到了这个清明扫墓临时停车点的这个指引牌，就可以就近根据现场交警的指挥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指引，文明规范停车。另外，为确保清明在期间道路交通畅通，此交警支队扎织化发布通告，将以四月五号七时到19时，对国道324线吉兆大桥往小会站至六口桥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大型货车通行。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号称洪灾之首的地震，对我国也频发，影响巨大。近期，江南省内就发生多起地震。因此，认识地震、了解灾害，掌握必要的应急救护技能，十分重要。今日个科学家郑浩峰报道，让作者去填海南洋洞穴，跟随此的士家属学习地震知识，掌握逃生技能。近期，广东发生多起地震。3月19号，福山三水发生3.4级地震，震央深度8.2米。此灾嘅2月5号，福山三水已经发生过3.2级地震，震央深度也是8.2米。3月8号，河安邓安发生4.5级地震，随后又发生3.4级余震。自2月11号，河安黄乡也发生了4.3级地震，震央深度11.2米。此次地震发生的时候，震动震感强烈，周边不少市区拢有震感，人民仍能无所担忧。我觉得地震对人类的危害还是非常大的，房屋会倒塌，什么树啊，全都会倒下来，然后可能会引发海啸或者是什么事故。同时，城市的交通可能也会瘫痪。热沙头地处东南沿海地震带，也属于地震多发区。对市民群众来讲，掌握直定个灾难避险及多些自救技能非常重要。在遇到地震的时候，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到楼下空旷的地方寻找可以躲避的地方吧。如果在家中突然遇到地震，我们可以躲在那种桌子下面，可以
防止房屋倒塌的房顶塌下来吧，保护好头部或者身边有什么坚硬的物品可以挡在，可以拿着放在头上吧。当黑鬼的避险意识特别肯定，当如何经前期的认识、环境检查的重要性，以及经过黑的掌避险多声自救技能，看到听配合机的感觉。多内人当黑当局地震经营机关持的士加少多来组队会，找更灾害引力灾能界快跑工作。持加少从年初的土耳其大地震引入，控制人灾害的影响，国内话地震灾害如何判断地震灾害三部分，为大家国介绍了地震、洪水、台风、暴雪、国波等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危害，并详细讲解了地震的成因、影响及应对等问题，并甲大家国热情互动。可以说是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开始到现在，广东河源几乎每年都发生地震，最高的震级达到了6.1级，最小的震级2.3级甚至1.2级的地震。那么这次呢又发生了4.3级的地震，说明我们广东河源存在的地震的危险性，存在的可能发生地震的构造，地下的构造。所以你说既然存在这些因素，它会不会继续发生？啊，肯定还会继续发生。车家小欢迎直张张小平直做做小格直介介释列引导大家理解力度、剪切等专业名词，了解地震的成因以及严重危害，并介绍大家如何判断地震的风险等级及应对方法，让大家受益匪浅。听了今天徐教授讲的课之后，我感觉到了地震的那种巨大的危害，也认识到以后应该去如何防范地震，遇到地震该如何面对。所以我要提醒大家，我们汕头这个地方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严重的地震灾害，希望大家形成防灾减灾的意识，有了这样的意识，我们就可以去做好防灾减灾方方面面的工作。我想我们这个讲座将起到这么作用。当然我希望同学们啊，在今后能够用知识来守护自己的生命，用科技来减轻灾害。开车五分钟，停车半小时，前前面面兜兜转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公共博位，顶杯客本人用摩托车以速过当顶占据。近日，停海的邓先生开车出门，就误到招生的黄先生。伊停到一个博位，顶杯客有人落下电动摩托车，伊想让对方移开，却糟糕拒绝。三月就不好的怪物点话，邓先生开车去到停车黄城街，一个商铺林立，停车不会经常直会难敲。何不让佢推到一只小车，从这个不会上开出来，一即时就开回去，准备停车。早在有内资鸟客人电动摩托车强行包围，但车位是能推嘅来人，算上紧嘅。我只车我一个情况嘅，依个导致嘅报道顶班呢，就扛到一只电动摩托车。堵落来，当时攞那度骑来车位个，骑来车位就造成咧，我无边正正先塞入车位，就我就按喇叭提示者，并且是好像火海个个交代个等那个，我车先下。邓先生答：，推到车位，邓克无边听，依旧个对方交涉，但对方却完全无让开个意思，而且还无咪客气。我到这落车了嘛，你停个车下。我走了停车车去啊，那车到底个？那车哪就落去啊？我以零件之中，我放下一股好硬仗个，啊！当然，两眼都要车撞掉，都两枪就可。邓先生表示，到商业区嘅铺门灾，或者是到差市嘅公共停车场，经常遇到不会搬摩托车、自行车、塑胶灯，或者是杂物等霸占嘅情况。唔多影响城市形象，或头天汽车无个好下，扰乱了家乡社会秩序。有关部门就加强巡车监管，让公共部位真正发挥服务属性。能做这个
普通公民呢，那老是就当明白之啦。啊，或者刷头将那个刷头镜去更加美丽个花海，还是不是怎么粗俗个去做这件事？如果是外地游客来当刷头个游望呢，如果是出行人门对呢，反正对咱刷头个形象，风险造成会大个影响。怀光镇刘先生俗称歪卡，是骨科急诊科最新的境界运动损伤，甲下肢其他两大神经关节，即是髋关节甲膝关节相比，踝关节更灵活也更薄弱。因此，踝关节扭伤到运动甲生活中最常发生。为更好治疗踝关节扭伤，近日我干我大湾区骨科两面活动足踝中心、活动外卡中心甲慢性踝关节不稳每场治疗中心，到山底卫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跨拜成立。据统计，外卡受伤一针创新骨碌肌的损伤嘅7%-10%。当爱情高跟鞋嘅男性甲年轻运动爱好者当嘅发病率约为10%-30%。直到篮球运动损伤当嘅发病率甚至高达40%。当日相当不少人对崴着脚这件事并未重视，认为该休养就无病可复。这很多人呢，对这个崴脚呢，一下子呢就我扭一下脚没事，休息几天。但是我们在临床上很多问题不得到及时的治疗跟诊断，它还是会留下很多问题的，特别是慢性踝关节不稳。所以我们现在呢，很多崴脚它是不用做手术的，那么通过科学的这种治疗啊，包括早期的制动、早期的复动、运动处方、运动康复，很多方法能让这个不同程度的崴脚得到很好的治疗，也不要留下了后遗症。自此跨拜成立嘅沃金河大湾区骨溃两面活动足踝中心、活动崴卡中心及慢性踝关节不稳每场治疗中心，致力于研究治疗及预防足踝相关疾病，尤其是贴近老百姓及各种人群生活及运动过程中经常出现嘅崴卡，指导为活动地区患者提供更专业便捷嘅诊疗服务。崴脚中心成立之后，我们会从崴脚这个及时的处理啊，包括对老百姓的科普推及啊，包括一些正规的治疗啊，以后呢发展到微创治疗、关节镜治疗，我们会提供一系列的这个治疗方案，为方便大家身边这种最容易损伤的这种疾病的正确治疗。朝阳区东点镇嘅红祥义工协会成立至今已经6年，直接以服务社会、关爱弱势群体为己任，让公益智慧传人登煌。近日，协会举办公益晚会，现场向困难家庭发放物资及慰问金，总价达近500,000。技术团队参与辅助红祥进步嘅义工精神。近日，红祥义工协会举办支援六年不忘初心公益晚会，现场为东点镇直辈10号空难家庭及发放慰问金500,000以及大米、酱油、吉祥米等物资，总价达近500,000。协会在去教会将主邀请你到这面来消化就7、8个孙呀，每个月月都有，当日还没煮，老也没煮，他煮个。珠宝啊，笔啊，一撮咩创个都有啊。那说老咩个天生眼创个都收来照顾的着。啊，那每个该每组个个有咩个的叫我来抽。各家小红祥义工协会以2017年成立，现有志愿者150人。成立至今，协会积极倡导公益慈善，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多方筹集慈善资金，扶倡助弱，帮穷助黑。这6年来呢，我们红祥义工协会济困的总款有在235万元左右，每月经开展一次扶贫活动。那爱心助学呢，我们一共有57,000元左右，就是每年的9月1号开展一次爱心助学。另外，红祥义工协会日常化开展金德上汤、木青防空、交通坑道、关爱空间儿童等公益活动，尽最大努力为有需要的人伸出温暖关爱。红祥义工协会的师兄弟们都是默默的付出，无私奉献爱心，出钱出力。我坚信协会定将化成共济，同心协力，为公益事业的持续发展，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一故事同一历史。1940年3月30号，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山青游击队开赴吉安北洋乡，目的是接见上级党委的决定，挥政为领，继续开展革命斗争。1939年7月7号，就山青年抗日游击队到松浦山保护庵正式成立。1939年冬，到潮汕嘅国民党顽固派接见杨江、黄江、杭江、黄江嘅黄东黄站，强迫改山青抗会等抗日团体，为维护团结抗战大局，保存抗日能量。东江召集方兵军委，甲山青游击队领导人提出，把游击队挥正为领，转接敌占区开展秘密斗争嘅演讲，获得了东江孟西南调拨敌委嘅批准。1940年3月30号，游击队到张峪沟吉阳关北洋乡之后，接见上级决定继续斗争。详情可以关注今日八点汕头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播出的《汕头故事》。近日，小夫妻摆摊日日交餐，护士兼职摆摊罗州摊黄芋等相关话题陆陆登上热搜，也令不少观摩的年轻人蠢蠢哀动。不过，随着相关信息的政策部举报，争议也随之而来，不少人也质疑摆地摊真的是发家致富的良方吗？想来摆地摊较有小火盘组织，如今如来如在的年轻人加入摆地摊的行列，但摆地摊确实真的小火谈，是咪日日更旺罗州籍黄芋等信息后面也引来无数的争议，因为自从的确跳出了多少人对地摊胜利的想象，尤其是到央视新闻报道了义乌九澳澳夫妻摆摊做小姐日日搞菜的消息传开后，不少网友拢提出质疑，甚至呼吁相关部门去查税款的问题。对此，涉事摊主回应答：平时的日营业额到6-7千元。现在暗可是电视台去摊位录节目，吸引了好在人，加上又是周末，胜利以上的回报比平时多不了两千元左右，但胜利本身的回报之上的回应，可能到即阵听到之后，问过了外界的疑虑，但好在人的发现，伊人所经营的胜利，其实甲大家认知当个地摊经济有好大的差别，比如到规模上。伊人个小食摊虽然是夫妻档，连发高了糯米黄金，到投入上，伊人整呢个摊位费就高达34万元，两间世界小餐饮门店。事实上，最近被舆论聚焦个这些所谓地摊经济成功案例，或在拢名不副实。比如，我兼职摆摊两年，杀出红旗的年入900万个励志故事。不过，通过经多筛查，可以发现，涉事摊主尽管是个摆摊起家，历史自媒体人加几多经营上胜利上获得了稳定的期望。从其收入结构就可以直观的推出，除正常上班的40万年金外，摆地摊净摊25万元左右，经营上出货收入破100万，好形象，年入900万与传统的摆摊已经无着多的关系。互联网加摆摊形式的出现，对个人能力无疑有更高的要求。成功的地摊经济案例，无单是虚构的，伊那个劳动付出同样值得尊重。对于旁观者而言，不必硬硬帮人轻松赚钱，也不宜将之作为榜样，盲目跟风加入地摊主的行列。咱就会知，伊那有变引发媒体关注，本身就是因为有着特殊性。到好大程度上属于幸存者偏差，不能代表地摊经济的基本面，也不适合做参照。